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那个魔法是骗人的，不过上色过程确实是没有录像保存，这里就给大家看一下过程截图吧。在参考了玉玉清大佬的三星堆青铜重木面具拟人后，我们根据画作中的人物形象，用 3D 雕塑的形式将人像比例进行了放大，完成了由平面到立体的转换，并且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原创想法。作品中的蓝色月牙环和脚下的祭台是我们根据三星堆是古蜀人的祭月场这一角度进行了创作。从出土文物造型和考古资料上来看，古蜀文明是一个月亮崇拜的文明，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夹杂了一些汉族的神话故事在里面，例如嫦娥奔月这样的玄幻元素。好了，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正片吧。